我折十分哦。哎呦，点哦。嗯。但他不是强迫取分的战术哦。嗯。啊？因为有做点的一个动作哦。对啊。嗯。哇，连我都喊点了。是大家都突然之间扎眼了，是不是？哇，哎，看峰哥的嘴型功，哎个点嘛呢？哇，赶出场、啊？不会吧？对，对，峰哥说，我只是说你看清楚了没有？然后呢？对，因为做了点这个动作，主审一垒审应该有很明确看到的一个，应该是有看到的可能性吧。对。哇！中间两个多小时的暂停时间，看起来好像大家的节奏状态呢，只有峰哥刚刚有看到，然后呢，我们也感觉到有点出去。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有没有马杰森有没有出棒啊？阿内公伯啦，因为刚刚第一时间就是有点的动作，然后确定不是强迫取分，对对。因为有一种就是所谓的 safety， 对、啊，就是安全触及，安全触及，嗯 ，safety bomb。那点进去之后，三垒的跑者再决定他要不要冲，嗯，真的是冤枉，峰哥又被赶出场，然后呢又是洋葱回港，哇，嗯。我觉得。可能裁判回去自己回去检视刚刚这个画面、你们到底觉得有没有点点嘛呢对啊出来喊个冤拦路喊冤也被赶出场戴琳娜玩弄啊